哇，能热敷4到6个小时的肩颈贴，这个含金量谁懂啊？平时如果你也是觉得这里好重，然后一抬头也觉得这好难受，你真的可以试一下这个奇爱热敷贴。这个还是我爸安利给我的，他说这是他的麻将搭子，因为打麻将的时候要一直低头嘛，然后他用这个就很舒服。然后我才知道，我之前在外面做一次的价格，其实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做好多次这种精油 SPA。这每一天里面都有瓶这样的精油，贴上之前你把精油打开全部倒上去。它这个里面呢，就是添加了奇爱、藏红花、生姜这些对我们很友好的东西。市面上这些热敷贴我真的买的不少了，但是要么就是很难撕，要么一会儿就凉了。就这个，它真的能做到发热4到6个小时，就这种像是卸下重担的感觉，真的是只有用过了才知道它有多舒服。而且平时像是这些地方你都可以用它敷一敷，平时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看电脑的，还有咱们爸妈年轻的时候没好好注意，真的都应该常备。哇，你知道今天你每天热敷4个小时有多舒服吗？这个奇爱热敷贴还是上次我去做 SPA 的时候他们推荐给我的，就如果你跟我一样整天低头玩手机，你就敷上它，暖烘烘的，就像敷了一条热毛巾一样，在这里特别舒服。每一片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而且里面都是有给你配一瓶草本精油的。它可不是那种普通的精油啊，它里面是含有奇爱、藏红花还有生姜等10种植物配方，对我们都是很好的成分。顶贴我也用过很多种，但很少有真的能做到发热4到6个小时的。我有时候晚上就直接敷着它睡觉，然后早上起来就感觉好像是做了一整晚的 SPA 一样。你平时不仅可以用来敷这里、这里、这里啊，包括这里，平时都可以用。出去做 SPA 一次的钱都不知道可以在家敷多少次。上班族低头族的姐妹真的可以去试一试有多酸爽。哇塞，敷完了之后我这里真的是感觉像是卸下了10斤成了大石头一样。我敢说这个东西真的比去外面找10个按摩师傅给你同时按的还要舒服。它这个呢是区别于那种普通的热敷贴，它不会说让你觉得干热。那像它的这个热敷贴里面呢，它不仅仅是给你添加了一些，比如说有什么奇爱呀、藏红花呀，就这些特别特别好的一些草本成分。除此以外的话呢，它给你搭配了一瓶奇爱精油，你就把你的这个精油全部都滴在你的这个热敷贴上面，然后再这样一贴，真的就能感觉到你的这里是有一股特别特别健康的蒸汽在直往你里面钻，它就像是做了一场精油 SPA 一样，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它的这种热感，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就它这个东西它发热大概可以持续6个小时左右。这里来贴上之后，真的就像是有了一个小暖炉一样，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你这一敷完，整个这一块不感觉是得到放松的那种感觉。重点是它这个，除了肩颈这一块，还有像女生的小肚子呀、膝盖呀、腰啊，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都可以去给它敷一敷，就特别像是我们这种低头族啊，还有久坐的上班党啊，这个热敷真的赶紧给它做起来。过年回家了，让家里的长辈也一起试试。这两天不是来大姨妈吗？我发现了一个神器，就是可以缓解。这个元气地带的草本精油艾灸贴，它是这样子的，一盒里面有5片，它也送了一瓶这样的精油，你把它撒在上面，然后它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散发出来。这里面添加的都是对女生很友好的成分，你看它这种胶带也设计的特别好，还有这种无纺布的设计，就不会说像那些不透气的胶一样的贴上去时间久了整个皮肤可能都会发痒发红。你就把它贴在这里肚子上，它这样的一贴啊是可以持续的给你保温6小时以上的，而且是那种很温润很舒服的，不是像暖宝宝那样烫人的，它这个温控做的特别好，还有精油真的很舒服。你就想想去外面按摩馆做个艾灸啊按摩什么的，至少要200-300以上吧。你如果在办公室时间坐的久的话，或者经常做家务用肩颈，还有在空调房里面待着的，真的可以用它敷一敷肩颈啊，或者说给家里囤些给长辈老人家敷敷膝盖什么的，全家都会喜欢的。地方一定要重视起来，用它每天蒸汽热敷4个小时，热敷完以后就像做了 SPA 一样。这个暖贴采用的是精油蒸汽热敷，戴上之后就是源源不断的小蒸汽，这样你长期低下的脖子肩膀就太舒服了。不管你是工作学习啊，还是开车睡觉，这个都非常合适你。别等了年龄大才爱护这里啊，多拍几盒和家里人一起用。老婆这里变干，你知道她有多开心吗？入秋和蒸汽暖贴是绝配，4小时蒸汽暖流源源不断，真的好舒服好放松。里面的艾草生姜等成分伴随着温润的蒸汽慢慢发挥作用，这酸爽简直不要太舒服，戴上这个真的都很合适，多囤几盒跟婆婆妈妈一起用吧。哇，热敷4个小时的肩颈你看有多舒服吗？如果每天你不想带着厚重的肩膀入睡，那你一定要试一试它。它每一片里面都有这么一小瓶奇爱精油，你就滴上去贴在脖子上，真的暖乎乎的。市面上的肩颈贴我也买过很多，它是真的能够做到4到6个小时持续发热，而且这里面还添加了奇爱、藏红花、香附等，就都是特别好的东西。而且父母平时做家务啊玩手机的时候都能带上它，贴上以后感觉热乎乎的，感觉精油都跟着一起发热了，而且还可以贴在我们的肚子上膝盖上都可以。你要是和我一样平时经常低头玩手机或者对着电脑，那你一定要准备上一个它。还有我们的父母长辈们真的都可喜欢这种东西了。哇，你知道每天紧接热敷4小时能有多舒服吗？你去外面按摩一次的价格，这里在家就能做好多次的精油 SPA 了。它每一片里边都配了一瓶这样的精油，它可不是普通的精油，里边是添加了奇爱、藏红花、生姜等草本精华的。市面上这些颈贴我也真没少买，但是能持续发热4个小时的只有这一款能做到，贴上去暖烘烘的，比热毛巾舒服多了。
还能用它敷脚底、膝盖、肚子都可以。这种酸爽只有用过才知道。这个地方一定要重视起来，每天用它精油热敷6个小时，它将给你一个迷恋它的理由。热敷以后，就像做了个精油 SPA 一样的放松，里面的奇艾、生姜、藏红花等，对我们特别友好。你别等年纪大了再后悔莫及，多买几盒，和家里人一起用。传统的热酒容易被烫到，那就试试这款蒸汽热敷贴吧。4小时的蒸汽热敷以后，能让工作太久的你瞬间放松下来。这个暖贴里含有奇艾、藏红花、干姜等，每一贴里都搭配了一瓶浓缩精油，用起来简单方便，哪里需要贴哪里。天气逐渐转凉，可以多备几盒，让家人一起用。姐妹们，如果有像我一样啊，就是长时间洗头啊，这个肩颈啊就会痛的，或者手腕啊、脚腕这些容易酸痛的，我就一定要推荐你们去买这个白云山新群的奇艾精油暖灸贴啊。每一片呢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里面呢是这种一瓶小精油，然后呢还有这个暖灸贴。用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小精油啊均匀的倒在这个上面，你就把它贴在这个肩颈上啊，它这个是恒温46度的3个小时。这个里面啊，主要成分只有艾叶啊、益母草、红花、干姜、白芍、川穹、当归、枝叶等等，都是这些草本植物，对我们的肩颈是非常好的。每次敷完都非常的舒服，姐妹们，这个可以放心用。买了好几单，这个给我爸妈也送了几个，真的特别有用，我跟你们讲。我已经贴2-3个星期了，真的再也没有感觉到颈椎不舒服。它里面有奇艾、藏红花、生姜，还有很多中草药，还配了一瓶这样子的精油，贴上去就跟精油 SPA 一样，可以持续发热好几个小时。我操，直接暖到整个后背，像膝盖、腰这些比较酸胀的地方也可以去贴，给自己用或者是父母用都特别合适。你们要用自己去买吧，三盒会更划算。没能想到一个小小的热敷贴，居然让我这么放松。你知道热敷6个小时的肩颈能有多舒服吗？就是这个精油热敷贴，里面含有优质的3年陈艾、陈年老姜和高原藏红花等草本，再搭配上浓缩的艾草精油，让身心更加放松。一片热敷6小时左右，不管是贴肩颈还是贴腰腹都合适，无论是上班还是在家都能贴。你们是不是人还没到30，颈椎硬得跟50岁的人似的？每一次抬头左右晃动的时候，都能听到那种咯噔咯噔的声音。元气地带他们家的这个艾草贴，里面添加了奇艾、藏红花、生姜等草本精华，搭配一瓶浓缩精油，一瓶精油可以热敷4个小时。贴到我们肩膀上，就好像一条热毛巾一样，暖烘烘的，特别舒服。贴上它之后，这个脖子的酸啊、胀啊，像石头一样的感觉，立马就减轻了很多，就跟我平常出去做了一个按摩似的。像我们那几天不舒服，可以把它贴到这里，或者说腿、腰都可以贴。平常经常低头久坐、怕冷怕寒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次选的热敷贴是真舒服啊，它是奇艾精油的暖酒贴，每包里面都给你带了一瓶艾草精油，用之前先把精油均匀的涂在上面再贴上去，整个部位非常的舒缓。它是自带背胶的，无论是膝盖上、腿上、胳膊上、肚子上，还是你的腰部、颈部，反正就是你想贴哪里就贴哪里，热腾腾的特别舒服。它平均温度在46度左右，持续发热在4小时以上，每盒里面都有5包，都是单独的铝膜包装，家里有老人的、带娃的，经常低头肩颈僵硬的，赶紧入手试试吧。我现在感觉这里像卸了块石头一样，太爽了。这个精油热敷贴我已经卖了快50万了，反馈都特别好。你像肩颈不得劲，还有家里长辈膝盖腰不好的，你敷它真的就温温热热，很舒服。它每一片里面都会送你一支单独的精油，里面都是草本植物，像奇艾、藏红花、生姜。我身边但凡肩颈不得劲，还有那个老寒腿，敷上它根本不想摘下来。冬天这两个地方暖烘烘的，你知道有多爽？而且是很舒服的那种热感。你要担心温度过高的话，它里面还有这个温控贴，你就这样贴在这个上面，反正全给你整到位。这个不管你是自用还是买给长辈，这谁家里不得备几盒，对吧？你艾灸钱都省了。哇，你知道肩颈每天热敷4个小时能有多舒服吗？你随便去外面养生馆一次的钱啊，自己在家都能做好多次的精油热敷 SPA 了。它每一片里面都会给你配一瓶这样的精油啊，它可不是普通的精油，里面添加了生姜、奇艾、藏红花等10种植物配方，都是对我们很好的成分。其实市面上的颈贴我真的买过不少，但真正能做到发热4-5个小时的只有这一款。它贴上就跟你敷了条热毛巾一样，特别舒服。这种酸爽真的只有用过才知道，平时还能用它敷敷脚底、膝盖甚至肚子，像我们这种经常低头玩手机的，这个真的是刚需。不想带着厚重肩膀入睡的，一定要试试这个热敷贴。如果你跟我一样经常低头玩手机看电脑，这个热敷贴它可以做到持续6个小时发热，一下子从脖子暖到后背，真的比热毛巾方便太多了。其实市面上的热敷贴我已经买过很多了，只有它是给你直接带一瓶精油的，是精油跟蒸汽热敷的结合，里面都是像藏红花、奇艾、生姜这些对你身份量友好的东西。都知道这里是洗热不洗冷的，你敷完之后就真的好放松，不管是学习工作还是开车睡觉都可以敷。它也不仅仅可以敷肩颈，还可以敷像膝盖呀、腰背呀、脚啊，包括女生要喝热水的那几天可以提前
配上。去外面 SPA 馆一次的钱，在家可以做好几次这样精油热敷了。别等到年纪大了才知道爱护我们这里，现在三盒价格更划算，过年了可以跟家里人父母一起用。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热敷贴，白云山的奇爱精油热敷贴。我一般用它是贴脖子，对，贴肩颈，可以缓解一下，因为我脖子经常不舒服嘛，用它热敷一下就可以缓解一下肩颈的疲劳。当然你还可以用它贴膝盖、腰部、肚子之类的，哪里不舒服就可以贴哪里。它这种是每贴独立包装的，每包里面都还带了一瓶艾草精油，用之前可以把这个精油均匀的滴在这个上面，然后呢再贴上去。这款热敷贴采用的都是草本成分，贴上去热腾腾的，非常舒服，而且它的平均温度是在46度左右，不会担心烫伤皮肤，可以持续发热3小时左右。买多到手20元一盒，用起来很划算哦，适合我们这些身上容易累的人。哇，我现在这里温温热热，又松又软，感觉一整个都打开了。这个精油热敷贴感觉比你敷热毛巾舒服太多了。它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而且每一袋里面都可以配一瓶这种独立的精油。它可不是普通的精油，里面添加了奇艾、藏红花、生姜10多种非常友好的成分。它能持续发热4到6个小时呢。打开包装就是那种很适中的温度，不会烫。如果你受不了烫的话，它还送了一个温控贴给你。真的有了它都不用去外面了。它不仅可以贴脖子，像我们女孩子也可以贴一贴肚子呀、膝盖呀、脚上都是可以的。前几天我们这儿下雪降温，我都是敷着它睡觉的，就感觉像做了一整晚的热敷 SPA 一样，第二天起来这里巨轻松。过两天就38女神节了吧，这个作为礼物送给妈妈呀，送给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全家人可以一起用。我终于找到一个这种精油艾灸贴，就之前用的要不然就是单纯的艾灸贴，要不然就是这种精油发热贴，但是元气地带这一个是把精油和艾灸结合在一起的。用之前把这个奇艾精油滴在艾灸包上，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贴在颈椎上、肚子上，反正就是肩颈、腰腿你想灸的地方都可以贴。而且它这个胶布用的是低敏透气胶布，就不会像这种传统的胶条又闷又痒，撕下来还会留痕。贴上去之后温温润润的，很舒服，不会烫皮肤。哇，真的好放松。去外面做一次艾灸怎么也要2-3百吧，但是这个平均下来一片就才几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